立君咧係一個我好欣賞嘅一個女仔，佢都係一個對事業向前衝嘅一個女人嚟嘅，但係未必可以好 handle 點樣同人與人之間相處嗰個言語上面嘅交流啦，所以令到公司啲人會妒忌佢啦，咁啊會打壓佢啊，甚至有傳言話佢整容，即係呢件事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好委屈嘅事。我真係又係人生第一次摘檸檬咯，攞咁大隻嘅開山刀，即係古惑仔入邊電影用嗰嗰啲斬人嗰啲咧。嗰日我覺得嗰場戲都幾搞笑，嗰、那個搞笑唔係因為劇本搞笑，係因為我斬唔到，我太細力啦，斬唔到，斬到導演 I cut， 但係其實用唔到咯，那個檸檬都甩曬啦。